那边在支援啊那个车厂那边。今年55岁的谭淑芬做环保不遗余力。这个好重啊！这个白光钉咁样。我翻啊环保点。点啊？环保点。你之前上晒咗咩？上晒咯。啊！而家剩下六斤咯，今日好大收获咯，系咯，好大收获，因为储咗几个月头噶。载完物资回到环保站后，依然不停歇。谭淑芬将资源逐一洗净、晾干再分类，放在洗手盆慢慢给它清洗了。也是太硬了，我就蒸给它软，然后用时间呢长一点时间呢。谭淑芬2012年成为慈济之工，随后担任双溪龙环保站站长至今，而早起听经闻法已成了他的日常。少说话多做事哦，人家看了就会，会很欢喜啊。环保对我来讲是爱护大地啦，还是不舍那些垃圾乱乱丢啊。我们也尽量的去，跟会众啊，不打讲那些环保啊，可以回收，可以利用。用行动感化身边人，踏上环保列车。谭淑芬总是走到最前，做到最后，付出无所求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陈友福马来西亚报道。